那你共产党，你想想俄罗北边的俄罗斯靠数没了，现在习二回去找人帮他打架，那根本找不了啊！那人家俄罗斯就保不了命，而老跟他要钱，老要东西，俩人随时翻脸啊！所以说，在以上这种情况下，啊，广赏协议不会存在，只有一个灭共协议。我让你签，我不想你灭，我让你签，啊，南海退出来，香港还回来，台湾独立，新疆独立，西藏独立，你同不同意？你不同意，不同意揍死你。然后共产党一定还会同意，啊，这就是共产党。共产党这个流氓，靠骗子、土匪起家的啊，这100%不会有好下场。